一下。今天把我的福晋也带来了。啊，好。已经是正式的了吗？啊，定了。定了？我啥时候定的呀？两天前。两天前呢？这门亲，那就是我们就等着定正日子了，是不？对，等着去喜糖王哥、燕子姐。啊，来，谢谢，谢谢四位。你们可以接下来坐到我们的贵宾席啊，为我们的16个小伙子加油，来，谢谢谢谢四位，幸福幸福。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说燕子呀，你们节目当中那些嘉宾牵手成的有没有结婚的呀，有没有正处着的呀，有没有都结婚生孩子的呀？我经常说，我说我们全程练牵手成功的生孩子的就全程宝宝都20多个了，大家都不相信。你说这事儿大家千万别着急，天气再暖和一点，我们争取在某一期节目里把我们的全程宝宝在这舞台上给大家展示一下。好，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吉林省左右科技有限公司长城宽带和长城永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另外要特别说明的是，所有参与节目录制的女嘉宾都可以得到由东尼佩吉钻石为女嘉宾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东尼佩吉钻石，真爱尽在其中。首先邀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姑娘，这位姑娘